Baby Tiger， 快来订阅我们吧！海底寻宝。今天天气好，湖泊上班了。最棒的挖掘机要开始工作了。快停下！刚刚是个小意外，我只是因为天气太热了，想洗个澡再开始工作。怎么挖不动了？难道是什么宝贝？呀，是张藏宝图。宝藏就藏在海底。海底有宝藏，嘿嘿嘿，那一定是我的。嘿嘿嘿，刚好是我新发明的暗黑鲨鱼车。大海这么大，靠我自己找宝藏得花一年的时间吧。这可怎么办呢？对了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嗨，酷宝，好久不见。贝乐湖，开心湖，你们看，我挖到了藏宝图。哇，恭喜你！可是光靠我自己肯定找不到宝藏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科，火箭赛车旋风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准备好了吗，朋友们？来吧，开启潜水模式。宝藏宝藏你在哪，我们都来找一找。贝壳珊瑚和海草，不对不对，找错了。开启雷达滴滴滴，目标目标发现啦。向左向右向前进，宝藏宝藏在这里。大大铲子挖呀挖，挖开石头和泥沙，用力用力向下挖，宝藏宝藏出现啦。终于找到了。不好，我们的宝藏被抢走了。我去追回来。加速加速轰隆隆，追呀追呀冲冲冲，尾巴肚子撞啊撞，宝藏宝藏回来啦。旋风快跑，我来帮你。追着目标游啊游，发射大王咻咻咻，躲来躲去抓不住，再来一次不放弃。抓到了！鲨鱼鲨鱼有尖牙，妖魔大王咔嚓咔，我们快快想办法，小船小船压住它。我又失败了。是个奖杯。你们看，这写着什么？恭喜你成为勇敢的冒险者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个奖杯属于勇敢的冒险者。
恭喜你，库珀。不，应该恭喜我们，因为我们都是勇敢的冒险者。哦。迷你车大追捕。早上好啊，贝勒湖。嗨，雷克警长，你是来体验升级的吗？没错。快进来吧。是这里吗？嗯，这次的升级能让你的车身变得更加坚硬。哦。哦，看起来太酷了。雷克警长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来吧。这是怎么了？我好像按错了。贝勒虎，我怎么变得这么小了？雷克警长，真对不起，这次的升级失败了，3个小时后你才能恢复原样。哥哥，快来，我收到了求救信号，快走。大家发生什么事了？贝勒虎，我们的珠宝和金币都不见了。你们有人看见小偷吗？我看见了，是一辆很小很小的汽车，它被钻进下水道。怎么会有这样奇怪的车呀？没想到吧，那可是我的新发明迷你车哦。我要偷走所有的珠宝和金币。哼，又是麦特博士在背后捣鬼，我要让他知道偷盗是多么错误的事情。我今天也是迷你警车，贝勒虎，我还需要一些帮手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跳跳出租车迪娜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极速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我还是第一次变得这么小，感觉好奇妙呀。大家做好准备，开始行动，来吧！下水道里好多路呀，迷你车在哪？你走这边，我走那边，分头找一找。目标出现了，站住你别跑，绕了一圈又一圈，好像迷路了。那儿有个开关，看我的，转转车轮车呀，左边右边表演，转一转车轮，麻烦姐姐啦。雷达滴滴滴滴，车灯闪闪发光，目标在前方，我来抓住它。引擎轰隆轰隆，看我加速加速，车轮快转动，向前冲冲冲，我是最快的旋风。左边右边堵住，没有退路，快发射大网，把目标困住。太好了，我的珠宝全找到了。哈哈，我的金币也都回来了。又一次完美解决了问题。不对，我认为不太完美，你瞧，我们还没变回去呢。我可不想一直当迷你赛车。现在很完美了。大战暴龙装甲车。
是我最喜欢的电影。哦，是什么？暴龙装甲车。哦，哇，看起来好酷啊。哎，别磨蹭了，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呢。来了来了，酷宝，让我再看五分钟，要不三分钟也行啊。暴龙装甲车，嘿嘿，我有一个好主意。暴龙装甲车，哦，酷宝。对不起，阿丽。酷宝，你得专心点，我们今天必须建好这座大楼。我知道了。怎么回事？小心！是暴龙装甲车！酷宝，快跑呀！电影里的暴龙装甲车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情况不对劲，赶紧呼叫指挥中心。阿丽、酷宝还有瑞博，你们怎么了？暴龙装甲车从电影里跑出来了，它推倒了我们的大楼。啊，这怎么可能？不好，城市有危险！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神跳车阿力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七彩搅拌车瑞博，超级汽车出动。长手臂哐哐哐，把石头挑起来，大铲子咔嚓嚓，救援全靠它。大家别害怕，快去安全的地方，我们来帮忙，不许你伤害大家。大口子甩呀甩，紧紧地抓住你，一二三上后拉，哎呦头破浪，水泥变变变，高高墙壁困住你，站住别想逃，糟糕。大铲子挖呀挖，挖出个大洞洞，等着你快靠近，快速掉进去，滚筒转呀转，水泥水泥哗啦啦，变成雕像吧。哈哈，成功了！快开始修建大楼吧。挖掘机挖呀挖，大吊车搬呀搬，搅拌车转呀转，工作开始啦，加速来建造，一层层越来越高，大楼建好了。哇哦，大楼比之前的更好更高了。说起来，这东西到底从哪儿来的？哼，你以为我又失败了吗？不，我还准备了升级版。怎么回事？给我停下！快停！失业的垃圾车，嘟嘟嘟，我来收垃圾了。小美，我家的垃圾已经被收走了，你看。啊，奇怪。洒水车爷爷，我来收垃圾了。小美，你来晚了，
我家的垃圾已经被收走了。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今天早上天还没亮，就来了一辆垃圾车，是他把所有的垃圾都收走了。哼，哪来的垃圾车，抢走了我的工作。是我发明的怪兽垃圾车。嘿嘿，去吧，把所有的垃圾都还给他们。啊，到处都没有垃圾，看来大家不需要我了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天空在下垃圾雨，你们看。原来是怪兽垃圾车。嗯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铁臂挖掘机，酷宝，分类垃圾车，蓝红灰绿，超级汽车，出动！房顶上、树上、池塘里，到处都是垃圾。我们该怎么清理呢？如果这些垃圾能聚在一起就好了。哦，小事，瞧我的！脏兮兮，到处是垃圾。我是铁臂挖掘机，举起大铲子，哐哐哐哐哐，哐哐哐哐哐，哐哐哐哐哐哐，哐哐哐哐哐哐，大街小巷的垃圾收集在一起。好棒呀！垃圾堆成一座山，大家别慌张，我们一起来清理。刷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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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垃圾全都看不见，街道变干净。快看，那边还有垃圾。哦，是怪兽垃圾车。姐妹们，快追！天空下起垃圾雨，大家要小心。左边右边来包围，一起困住你。看我的石头！出垃圾，垃圾垃圾都清理，城市变干净。大家辛苦了。章鱼车来袭。一二一。一二，成功了，终于从大坑里出来了。太感谢你了，雷克警长。不客气，路上小心。嗨，小美。你好，雷。对不起，我弄脏了街道。哎，雷克警长，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今天是城市清洁日，我们必须保证城市里干干净净，一个角落都不能放过。好的，小美，我现在就去洗澡。啊，很好。我也该去打扫公园了。
们想让城市干净整洁，哼，我偏要把城市搞脏搞乱。哼，章鱼车，该你出场了。哦，终于洗好了，我敢说我是这条街最干净的汽车。是谁？天哪，呼叫指挥中心！雷克警长，出什么事了？有辆章鱼车在到处喷墨，这种墨汁又黏又脏。你们看，我们要赶紧清除墨汁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大力神吊车阿力，螺旋洒水车呼噜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长长手臂无穷力气，大车小车都吊起，需要救援大声呼喊，超级汽车来帮你。大家都安全了，呼噜爷爷交给你了。小意思。旋转喷射哗啦哗啦，上上下下都冲刷，加强威力喷喷喷喷，大街小巷变干净。哈哈哈哈，呼噜爷爷小心，站住别跑，守护城市我的责任，加速向前追追追，小心小心左右躲避，超级汽车保护你。哎呀哎呀，看不见路，开启雷达滴滴呜，发现目标快快行动，是猪大王成功抓捕。哦，钓到了一条大章鱼。哦，大鱼大鱼哗啦啦，冲上街道冲上房屋，大雨大雨哗啦啦啦，空气变得好清新。太阳太阳出来啦，照耀城市美丽干净。太阳太阳出来啦，每个角落亮晶晶。快看，有彩虹！哇！这个没用的章鱼车。还是我自己来吧，超级汽车，我要把你们飞啊！这个坑还没填好啊！救命啊！奇怪的狂风车。今天的天气真好呀。我也喜欢这样的好天气。今天的太阳暖暖的，可真舒服。阿力。发生什么事了，乐嘟嘟？我的风筝挂在树上了，你可以帮我拿下来吗？没问题。不过今天没有风，不适合放风筝哟。你看，风来了！救我，阿力！乐多多，坚持住！怎么突然刮起这么大的风啊？我可不能让你们享受好天气。让你们知道狂风车的厉害。小心，奇怪，到底是哪儿来的风？
大家快躲到房子里，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湖，城市里出现了狂风车，你们看，救命呀！不好，城市有危险，我们要赶快行动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出动，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神吊车马力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汽车天上飞，危险危险快帮忙，长手臂伸出去，吊车咔咔有力气，大大个子甩呀甩，别怕我会抓住你，我来接住你们。大铲子转呀转，挖掘机的手臂多，哐哐哐哐准备好，一二三我全接到，救命来了，大翅膀山呀山，救护车来保护你，飞飞飞到你身边，紧紧抓住跟我走。大家都安全了吗？狂风车又来了，我们必须让它的风扇停下来。有了，用蜂蜜把它粘住。甩钩子，挥铲子，扇扇我的大翅膀，风儿风儿吹呀吹，大家努力别放弃。失败了，没事。甩钩子，挥铲子，扇扇我的大翅膀，风儿风儿吹呀吹，大家努力别放弃。啊，他的风扇被粘住了，我们成功了。什么？竟然失败了？这不可能！狂风车，给我继续转起来！一日警长，观众朋友们，贝勒小镇最受大家喜爱的汽车之星，他就是，是我是我是我，雷克警长。竟然是警车雷克。大家都喜欢雷克，为什么没人喜欢我呀？我可是最快的赛车。哼，我现在就去找雷克比试比试。哎，比试什么？雷克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你烫得像一个刚出炉的烤地瓜，肯定是发烧了，要赶紧去医院。可是有紧急任务，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湖，开心湖，我收到了紧急任务。没错，雷克警长，贝勒大街发生了交通大堵塞，需要你指挥交通。让我去吧，雷克生病了，他现在非常虚弱。好吧，那今天的任务就交给你了，旋风。没问题，交给我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过界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车，旋风警长有办法。左边汽车快快前进，右边汽车快快后退。撞车了，都怪我太心急了。千万不要拥挤，一个一个保持距离。注意注意，慢慢。
慢同行，道路道路畅通了。谢谢你旋风，智慧交通可真难。抓小偷呀，小偷小偷别逃，旋风警长有办法。轰隆轰隆加速追呀，冲啊冲啊超过你啦。我赢了，嘿嘿，旋风这不是比赛，我应该抓住他，改变我的方向，朝着小偷追呀追呀，加大马力向上飞呀，轻轻松松抓住你。旋风做得好，到困难别怕别怕，旋风警长会有办法。小心，遇到困难别慌别慌，旋风警长马上帮忙。谢谢，别客气。谢谢你呀旋风警长，跑来跑去不太辛苦。谢谢你呀旋风警长，热情勇敢不怕困难。好累啊。嗨旋风，今天真是谢谢你了，一切还顺利吗？原来当警长这么辛苦，难怪大家都喜欢你。观众朋友们，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，下面揭晓今日最受大家喜爱的汽车之星，他就是旋风。是我。恭喜你啊旋风，看来大家也很喜欢你哦。你说的对，我可是最酷的赛车。大嘴贪吃车。胖嘟嘟，你买了什么？不能说，不然明天就没有惊喜了。咦，大家怎么都在准备礼物呀？你忘了吗酷宝，明天是贝勒小镇最有趣的礼物交换日，大家用这种方式表达友谊与感谢，每个人都很期待这一天哦。哦，那你也准备了吗？咦，当然。哇，这也太多了吧。不多不多，这个给安琪，这个给亚米，还有雷克、高迪、小美。哦，我忘了准备旋风的礼物，我先走啦。再见，我也得好好准备跟大家交换礼物。交换礼物，嘿嘿，我要把你们的礼物都抢过来。贪吃车该你登场啦，哈哈。哇，今天可真热闹啊。送给你乐多多。谢谢，我也有礼物给你哟。葫芦爷爷，谢谢你平时帮我浇花，这是我做的酱萝卜。太感谢了。嗨酷宝，你要和我交换礼物吗？等一下，难道你没准备礼物？当然准备了，不过要等到天黑哦。哦，听起来很神秘呀。我的礼物，嘿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我的礼物，我的酱萝卜，哈哈，他们都是我的啦！哼，好生气呀！肯定又是麦特博士在搞破坏，我们呼叫指挥中心吧。贝勒虎，开心虎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！一辆奇怪的汽车正在抢大家的礼物。情况紧急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雪碧挖掘机酷宝，跳跳车库车妮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Bye.
起来，一二三个礼物拿回来，蹦蹦跳的车站太太太，猜呀猜把礼物拿回来，对了，光光光辉一回大日子，跳跳跳的一天大日子，要进公干车子有礼王，要进公干车站有礼财，他实在太天佑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天黑了，不、哦，我有办法了。为大家准备的礼物，烟花秀。哦哦，礼物都混在一起了，我们分不清。嘿嘿，没关系，今天是礼物交换日，这样不是更有趣吗？嗯，有道理呀。没错没错。哇哦，我还是第一次穿鞋。你们看我，我是不是很美呀？互换工作。啊，好无聊呀！每天都在不停的送货，一点意思也没有。嗯。拜拜，我要送客人去沙滩，先走了。再见，妮娜。真羡慕妮娜，每天都可以带不一样的客人去不一样的地方，肯定很有趣吧。好了，板板，可以出发了，目的地是……我知道，农场，反正每天都去那里。嗨，妮娜。斑斑，你看起来好像不太高兴。我的工作太无聊了，我想换个工作。换工作？那你想做什么呢？我觉得你的工作很有趣，我想试一试。好呀，那我们互换工作吧，我替你送货，你替我送乘客。太好了。贝勒虎开心虎，什么事儿呀？斑斑，朱大叔很着急，你快把他的货物送到农场去。好的。哦，可是我刚刚和妮娜换了工作。换工作？没错没错，斑斑帮我接送乘客，朱大叔的货就交给我吧。那好吧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，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巨无霸货车斑斑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去机场，穿过大街，走过小巷，不慌不忙，保持方向。
时光回来吧。我是飘飘出租车，不送货不送乘客，乘客乘客要去哪？放心马上就到达。我是巨无霸大货车，肚子大大能装货，跑到东来跑到西，送货从来不犯错。我的工作是和我不要不要换工作。今天差点闯祸，幸好问题都解决了。斑斑，你呢？酷宝，我听说你们今天换工作了，好像很有意思，要不要跟我换换呀？不要啊！梦想狂欢季，我是吊车，大力士吊车，长长鼻子，长得像大象。大大狗子充满了力量。哦，哇，阿力，你看起来就像一个歌手。当歌手是我的梦想。对了，旋风，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我的梦想，当然是成为最快的赛车了。只要努力，我们的梦想都会成真。梦想？哼，我的梦想是打败超级汽车。看看我最新的发明，绵羊车。咪，去吧去吧，让大家产生幻觉吧。我找到了恐龙蛋。大怪兽，来和我战斗吧。啦啦啦，我晒掉我的垃圾车。小心。大家都怎么了？呼叫指挥中心。为了活，开心活，你们看，大家变得好奇怪呀。这是不好，是麦特博士发明的绵羊车，他的眼睛会让大家产生幻觉。可是阿力，你怎么没事呀？我也不知道，一定是阿力戴了墨镜，绵羊车催眠不了他。原来是这样，阿力，制服绵羊车就交给你和安琪了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大力士吊车，阿力。飞天救护车，安琪。超级汽车，出动。小心！骷髅爷爷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在画画呀，这可是我的梦想。哗啦啦，梦想梦想，哗啦啦，变成画家。哗啦啦，我爱画画，画呀画呀画好啦。哎呀哎呀呀，那是你的幻觉。哎呀哎呀呀，快点醒一醒。我在干什么？滴滴舞梦想梦想，滴滴舞拥抱海洋，滴滴舞我爱冲浪，冲呀冲呀加速啦。哎呀哎呀呀，那是你的幻觉。哎呀哎呀呀，快点醒一醒。我怎么在这儿？危险了，大家都被困在了幻想里。加速救援吧。
大吊车伸长手臂，哐哐哐救援救援，救护车张开翅膀，飞呀飞呀唤醒你，呼啦呼啦啦，幻觉快消失吧，呼啦呼啦啦，大家醒来啦，绵羊车现在该轮到你做梦了，咩咩咩梦想梦想，咩咩咩精彩想象，咩咩咩变成小羊，一蹦一蹦跳呀跳。疯狂的植物，疯狂植物车第99次实验开始。成功了，有了这个发明，我肯定能打败超级汽车。去吧，疯狂植物车，让贝勒小镇的植物变得疯狂吧。帮我拍得漂亮一点哦。出现了许多疯狂植物，我需要帮手。没问题，也许酷宝能帮上你的忙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全能收割机，大伟。铁臂挖掘机。酷宝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清除了所有疯狂的植物，真不容易呀、啊！怎么又来了？是我们！恭喜你们任务成功！珍贵的友谊。今天和安琪约好了去野餐，希望他能喜欢我做的三明治。快点！哎呀，我的三明治！妮娜，对不起。
对不起。没关系没关系，你们也不是故意的。哼，你们太讨厌了，赔我的三明治。妮娜看起来好凶哦。好可怕。你太讨厌了，讨厌讨厌。尽情的讨厌对方吧，超级愤怒车，超级去破坏他们的友情。友情都是你的错，是你的错，我要把你撞扁。哼，看我的！啊，大家怎么了？为什么都在生气？妮娜。你的眼睛怎么红红的？哼，不要你管，我讨厌你。啊！我宣布，你不是我的好朋友了。什么？哼！妮娜变得好奇怪呀。不对，这其中一定有问题。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虎、开心虎，今天大家看起来都非常愤怒。哦。你们快调查一下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好的。是麦特博士新发明的汽车在捣乱。我就知道是他。安琪，这次救援靠你了。一定要小心那辆超级愤怒车。放心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生气，笑呀笑呀笑一笑吧，手牵手抱一抱，神奇的小火苗被我们熄灭了。找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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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的好朋友，大家都笑一笑，世界会更美好。不许动！你被逮捕了！耶！安琪，我们去野餐吧。好呀，我最喜欢吃你做的三明治了。伤心的美食车。你的甜甜圈，谢谢。你的草莓冰淇淋，哇，好好吃呀！亚米，我最喜欢的巧克力蛋糕还有吗？你很幸运哦，旋风，这是最后一个。太棒了！啦啦啦，好开心呀！原来大家吃到美食会变得很开心。既然这样，我就发明一个伤心美食车，只要吃了他做的美食就会变得非常伤心。美味蛋糕免费品尝，免费品尝蛋糕免费，我要一
个，让我尝尝。我也要，我也要。咦，那边在卖什么呀？阿布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我就是很想哭。大家怎么都哭了？除了那辆汽车。等一下。呼叫指挥中心。哥哥，门外有个包裹，里面装着蛋糕哟。有情况。白老虎看辛苦，不好了。怎么了呀你？你快看，大家都在哭。开心虎，你怎么也哭了？我吃了这个蓝色的蛋糕，就忍不住想哭。没错没错，就是这个蛋糕。我还看到了一辆奇怪的美食车。又是麦特博士的诡计。他太过分了，美食应该给大家带来快乐。我们要让大家快乐起来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梦幻美食车要你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请给我剪个帅气的发型。没问题，保证让您满意。阿啾！已经剪好了吗？我的头发！北极熊先生，真对不起啊，我这里有一顶假发，你要不要试试？只能先这样了。我的假发！是谁乱丢垃圾呀？不要！完了，全完了！我的头发长出来了。怎么回事？这是什么呀？
绿毛毛。这些都是我干的，我是哈哈怪的表哥毛毛怪，他是来帮我报仇的。地球马上就是我的了，哈哈哈！你别得意，开心虎，让我们和超级汽车合作打败他吧。嗯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分类垃圾车蓝红灰绿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毛毛怪来到地球搞破坏搞破坏，没有人能阻止我，毛毛炮弹最厉害，把你们变成毛毛怪。小心小心毛毛怪，变过来，毛团团团团出飞，危险危险，快躲开！救命啊！姐妹们，该我们行动了。街道街道扫一扫，公园公园扫一扫，毛团毛团全扫掉，一袋一袋大包包，加速加速洗一洗，用力用力洗一洗，毛团毛团全清理，城市城市变。还有很多毛毛蛋，继续攻击！我的头发怎么办呀？北极熊先生，看我找到了什么？我的假发，太好了！你们今晚有空吗？我想邀请你们参加我的演唱会。